我也警告你，摆正自己的位置，安心是我的女人，我来负责。你的女人，安心她是我妹妹，这你说了不算。你说的对，我准备好了，我得好好想一想。谢谢你啊，莹莹。你来。 我是他女朋友，今天的事情应该是个巧合吧？你知道吗？很多事情的巧合，都是冥冥之中就注定好的。